讲今天的处理 A 星问题的领导，但国民党的出任理事只有15点7，要怎么同时领导？其实最重要的，天下没有难事嘛，只要大家同心齐力，黑金的问题绝对是人民最痛苦的，我们携手合作，尤其从本身的政党做起，要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，这才是大家所期待的。侯长最新民调指出说，国民党认同已经崩盘到2.32，怎么看朱主席在现在这个情势下喊出要团结，应该要怎么样团结呢？国民党一定会持续的倾听民众的心声，来积极的回应民意，也会持续的加倍努力。好，谢谢。